个人的叫阿祖妈，有这个实验机，有这景点，学电池我妈妈做了，妈妈做了，接下来到我做。1953年就实验就有这景点，这1954年啊，1954年开始做，那实验拍那片大大片的在上面就拍下来，空气拍下来的，啊，最下面的6.5毫米一块也有，最高的块以前都拍很多的，一号位很快多钱。少浪费羊毛，觉得来几毛钱，就毛发没有人看咯，这样久嘞，后来关有20多年了嘞，那就关了嘛，关了租给人家做，好啦 ，OK 咯，也是关八楼小地方，这一店我妈妈做下来。以前做这样，以前这边是篮对面篮球场，这边是间店，我来很这些店全部来做咯。以前没有电脑，这边一般里面这不送不送的，没有电脑。隔壁有是吧？就是这边做。那边是火烧掉的。我很小时候，我父亲已经种下来了发霉园，啊，我们种发霉面积还相当大了，家族里面100多亩。那时候种咖啡，那个咖啡没有价钱，价钱很低。不过那时候那个劳工很容易找得到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经营了10年。我们从1962年就开始种了。咖啡，我们只是种咖啡，是以前只是完全卖豆而已，做咖啡豆卖，没有做咖啡馆。后来我的儿子他说，建议既然我们在做这咖啡园已经将久的历史，还不如就开一个咖啡馆，这样子提升那个咖啡原味的咖啡，不要掺有其他杂质的。